家好，我是又满，我是六。来，我们来喝一遍，来。好，对，摄影悲剧呢又再次发生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只是前面没有录到，但是后面夹娃娃那里呢是有录到的，所以呢前面就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今天呢也是再次跟这个 Nino TV 合作，那这次我们要干嘛呢？就是比赛夹娃娃，就是 Yuma 跟 Nino 他们两个女生一组，然后呢六一个人一组，然后用2000日元夹娃娃，看谁能夹到最多。看谁能夹得多，对，好，那非常不好意思，前面这个 OP 呢，真的没有录到，那马上进入夹娃娃，多走。我是不会输给 Yuma 跟牛牛的。好，那这个呢是 Pokemon Sun Moon 的这个 Togedemaru， 就是新的电鼠神奇宝贝。然后呢，这个台 Yuma 是500日元只有3次哦，有点贵。怎么东京那么贵呢？又那么贵，那么难夹呢？对，好，那开始了 Yuma， 夹娃娃三级大学毕业的，不会输给小朋友的。不要夹。对啊。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不过有动静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所以二号要再近一点，一号要再。啊，打面了，一样。好，五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会让你们赢的，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妞妞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哟，这次刚刚好哦，这一次刚刚好哦，有吗？开玩笑，拉起来，哇，这个差一点点。哇，这样都不跌。有办法。不行。压上去，哇，压到还是打不下来。输掉了。耶，那个我们赢了。太强了，这两个女生，这两个女生太强了。一起说谢谢六，谢了，谢谢六。干嘛谢谢我？谢谢我输掉吗？好，本周的夹娃娃的六居然没有夹到，东京挑战失败。不过刚刚那个呢，真的有点难夹。好，谢谢今天妞妞陪我们夹，妞妞你们赢了，恭喜。妞妞太强了，她一次就夹到这个小小兵、小黄兵、小小兵来，怎么讲？小小兵、小小兵，对，一次这么大，而且日本夹娃娃其实这么大的娃娃还蛮稀有的，真的真的很幸运给你遇到，然后给你夹到，好，谢谢妞妞，我们赢了耶！好了，妞妞，那我们跟观众说再见啦。拜拜。然后还没有订阅 Nino TV 的话呢，可以到这个影片的简介那里找到他的这个频道订阅哦。你是每一天上传影片吗？对。对，每天几点？
七点上上影片，好，那就麻烦大家订阅了，就这样啦，优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No, gonna have st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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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. Oh, 刚好夹到屁股，起来。鼻子。啊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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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你的。谢谢六。耶，不客气哇。好难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六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，还有这两边是我们的推荐影片喽，优马 TV 和六的游戏频道也有，拜托大家订阅。それでは皆さん、またね。